出来，这也是人类的。
知的范畴还是有一点差异，因为有这样的差别，所以差别的说本性各异各异，这个本性就是清净的，就是无碍的，也就是我们的知觉者，我们的本来面目。
中前就是要化掉意识心，六五和一和对五的中前则被五发出。就在这里，他一下子就要Yeah.
大学医书也说，不如人。
高枝，乱世太多是人相是断的方式，人心多无定，而要眼照天来平，他求定化心已直已成佛，但是又未能大师如他，佛法在世间you
未听者，亦已知时矣。听之时听也，昔者圣人之家有也，乃令公归之，将爱以传法之道义。其人至今而忘返，故以不智者平等而正破也。故也曰：我汝不犯正法，昔以不主摩诃迦叶比。第二向黄灭禅师论心以谈心法教为主，黄惑断气禅师的迷的谈心法之道。
不生不灭。
Yeah.
听法华经华严经观无量寿经大乘本身心地观经等得诸相，谈君的心理实践名为无念法门，他入无力无德无相等不容的名称，以无念得智慧，
是不正，还是不耐心不耐心，你只认为人物大多要比你温房本还有实力，不耐心不耐心，而你是多受主压力，不耐心不耐心，